也很感谢台北市政府历年来一直举办这个牛肉面，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呢，能够将台湾的美食发扬国际。可是这一次啊，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去得奖，得了一个冠军回来，结果突然昨天看到，发生了这样的新闻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哦，昨天还蛮错愕哈、那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新冠疫情嘛，对对对，这样我没有。我这样要跟市长拍照，等一下，这个流程，等一下再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、牛肉面真的很好吃。可是市长，来拍写，可是市长，对不起，我是来这边消费，老板消费不可以说，我知道，你可以消费，但是不可以做这些。那没关系，无理的举动。我过去，我面还没吃完。你要尊重店家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面还没吃完。不尊重我，我知道，我可以请你出去。好，我知道，你不尊重我，我就有权利请你出去。你有什么资格谈新闻自由？来，我跟你在公车讲话。你就给我关一天，到现在，小心，出去，我不欢迎你。我是来这边消费的，我不欢迎你来消费。谈新闻自由。